现在要走这个楼梯下去。不喜欢这个。这个什么？国王？不是，他意思是就是，Blue is some the kitty 跟那听卡农糖，他就知道你就是有好的责任，就是把垃圾丢进垃圾桶。哦、有他就一个人回复他说，哪有垃圾桶？没看到一个人。好像有道理哦，这里真的没有垃圾桶。很有道理。好了，我们走这个老旧的楼梯走下去。因为这种老房子啊，就是没有设计到有电梯。这里是泰国第二大学马西龙大学的老校区的饭堂。我在这里点了一个泡馍加一个凯刀，就是荷包蛋，一共36泰铢哦。这种就是荷包蛋6泰铢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泡是30泰铢。那些是旁边医院还是学医的？旁边医院。哦，旁边医院也跑过来这边吃哦，说明这边好吃咯。OK， 便宜，一看就不像学生吧？我像不像学生？不像。像吧。叔叔。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学生哎。叔叔好。但我一般都说我是学生、啊。叔叔好。现在因为有 COVID， 这些椅子都不能坐啦，所以他们直接就倒过来。你一般吃什么？我也是在家，一家的会屌，现在不想吃，想吃一个泰式的凯刀。东西别那些炸的，因为它是现煮的，所以等的时间有点长。这个是泰式的酸辣酱，它放了柠檬哦。大学 WiFi 很快，就那个母 WiFi 啊。MU 不是母。母 WiFi。MU。哦 ，MU WiFi。母是泰文猪的意思啊，这是你，很可爱。好了，我的咖泡母到了，就是那个用纸包的那个。我可以有用微波炉的。哦，可以哦。咖泡母啥？我都很快的哦。很是家的意思哦。虽然他们很慢，但是他们单很多。那个应该是我的。这是我的荷包蛋。母在单单的。哦，好有特色，36泰铢的东西，用纸直接包着，也用橡皮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吉米，现在我在泰国排第二大学，叫做马西龙大学。我女朋友在这边读书，所以我今天来这边去饭堂买一个饭，这叫做咖泡馍沙。咖泡馍啥就是泰式一些菜。好，我现在要去吃这个咖泡馍沙，看一下，加了一个荷包蛋，才36泰铢，很划算。这边吃的还是蛮多的哦，这里还有日本餐。来 7-Eleven 买一杯水。现在这个奶茶出一个新包装哎，它的包装环保哦。直接用个纸包着，用个橡皮圈绑着。还有这个是泰式的鱼露南巴拉，打开就是这样，36泰铢，是不是很便宜？蛮多肉的，这中文应该叫做泰式炒碎肉，对不对？我最喜欢吃泰国菜之一，一般泰国的下面也有牛排，还有很多路边摊，还不错，最好配一只荷包蛋。这个是鱼露，大家如果没试过的话可以尝试一下，有一些咸鱼的味道，就很咸的味道，还有一些辣味，可以尝试一下，有些人吃不惯哦。它这种包装就给人一种感觉很酸，我觉得还好，主要是咸哦。好的，吃完记得喝水。我的那个垃圾袋被这个老乌鸦抢走了，要不要追回来？它真的带飞了。
在泰国他们收这些垃圾呢，就是这种两桶大车，然后每家门口都会有那么蓝色一个桶，然后他们就会进来这边一桶一桶的拖过来这样收。这些环卫工人呢，就会每家每户把这些垃圾倒进他们的大桶。这种桶呢，就是进小巷子里面的，然后把小巷子垃圾收出来之后，会把这个桶倒在大车上。为城市环卫工作人员按赞，你们辛苦啦。在泰国很多那些上班一族都会住这些 apartment 或者是那种比较高档一点的 condo， 而一般像这种 apartment 旁边都会有一些这种是自助洗衣房，就是他们的洗衣机啊，还有一些洗衣粉啊，还有烘干机啊，都是自助的。譬如说这里下面的是洗衣机，上面的是烘干机，还有别人的衣服还在烘干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价格是40泰铢。首先呢，放进衣服，然后呢投入钱，然后就是开始了，都是一样啊，都是40泰铢。还有我们这里就有英文的清清楚楚的洗的价格，还有这边是烘干的价格。这里24分钟就是40泰铢10公斤的话，假如要加10的话，6分钟就加多10泰铢。假如你没有买到洗衣粉，没关系，这里有自助机器，还有这些就是，还有会员卡哦，还可以，它的配套还是蛮齐全的。像这些很舒服的环境呢，不会少，这里有只猫，一只小黑猫，还有一只小狸花猫，都在睡觉。人家还没睡醒，不要打扰人家。他们要进来这边取，哦不对，是把这一桶衣服放进去洗。这就是一般泰国人的日常，都会拿一个大篮子，然后累积了大概三五天的衣服统一一起洗。哎，关于生活肯定要做全套了。这里就有打水的地方，就是一桶一桶的水。这个24小时的打水机呢，它的价格是一泰铢一升，所以呢在泰国他们做菜都是用这种水哦。